超商柜台内，一名灰色上衣的男子被压制在地上，双手被上铐。他抢超商还跳入柜台，当场被压制。眼见他精神状况不稳定，现场人员还哄着安抚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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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先在商品架拿了一把美工刀，走到柜台前假装买烟，拿起刀威胁店员打开收银机，看店员没有照做，跳入柜台。这时候早班的同事来了，大喊抢劫，立刻报警。有人喊说抢劫了，民众跑进去里面帮忙制止了，然后来警察就了。附近店家看到了，还有义警也听到了，立刻上前协助。义警跟店员先压制了嫌犯，紧接着警察也来了，逮捕了抢劫的王姓男子。疑似毒瘾发作，缺钱花用，而持刀行抢超商，进入超商拿取超商内贩售之美工刀，等其他顾客离去后，至超商柜台假借买香烟，胁迫店员开启收银机强盗财物。王姓男子毒品通缉中，一大早进超商抢劫，逮捕归案之外，再加一条强盗罪。TVBS 新闻系古晋吴淑平苗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